喘一下，对不对？很喘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前面的那个 Chris Savage 的编的那个改编版本是来自他们口哨的版本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最后的拼分，很好看，大家喜欢吗？我觉得你们真的跳得非常自信，我觉得整个在视频里面听到应援声，跳得更大声，有看到更大力，有吧？有吧？有没有说来了？啦哒哒哒哒，疯狂的手狂转这样子。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在练这支舞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比方说，其实你们默契十足，就每个人觉得说啊，我就是要当 Jenny， 我就是 Lisa 哈。你们有谁有抢？我说、哦、我想当什么什么，这种有撞到的，还真的非常默契，就错开了。那虽然练习过程中有什么难题吗？因为我们要盖那个 rap， 因为这边的舞蹈班就是带很多舞动作，所以就在这边就是看起来，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，可能会有点痛。所以我们就找一些同一下一些的有自己的编排，然后去完成它，然后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太困难了，然后就努力去完成。所以其实因为像 Blackpink 的歌，他们其实都很享受这种气势，就对了，他们可能会带来很多的 dancer 朋友们陪他们一起。可是呢，刚刚就是靠着你们四个人的力量 hold 住舞台，我觉得这点就非常的厉害，好不好？你们每个人的表现力，我觉得都非常抢眼。那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说的吗？就跟你们的团员们讲的。因为如果有没有什么话想趁现在说的，趁这个时候好好的跟大家表达一下，会吗？会不会等下会讲到落泪？还说怎么了？那就你吧，要跟大家讲一下啦。就会落泪，是不是？干嘛啦？要落泪了？怎样啦？不行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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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我们让你去后台采泪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掌声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掌声。